可不可以问我的公公在哪里？因为我已经念了21张小房子给他，哎，他已经过去了。这么多啊，21张啊，这么多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图德才。施者图啊，一个施这个施，下面一个屠宰场的屠啊。屠这个鱼三等水一个鱼之边。啊，这个屠啊，糊涂的屠啊。屠屠对，屠德才。得到的德。才屠德就是功德的德。对呀。才是才华的才。屠德。对。什么时候死的？差不多1992年，大概这个时候。德才，哎呀，天道没有。天道没有，现在在下面，在地府了。在地府，因为台长上次你说他是在阿修罗道，现在在地府啊，在地府。OK， 好，要可以再念。你们家里有人给他烧过锡箔不啦？烧过什么？锡箔就是下面的冥纸、冥钱。锡箔？不是啊，就是烧给鬼的钱。烧给鬼的钱？啊，银色的那种。哦，我再问我妈妈，因为我不清楚。啊，你问问看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下来，他现在在下面，好是挺好的，走路像一阵风一样的，蛮厉害的。嗯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我们叫多少张小房子呢？是不是脸方方圆圆的？就是脸方方圆圆的，眉毛蛮粗的，眉毛蛮粗，蛮粗的，不是，很粗的那个，很浓，眉毛很浓啊，对呀，很浓嘛，就是很粗呀，嘿，笨的，是啊，对，是啊，就他眼睛不是太大，都是对对，鼻子蛮高，鼻子蛮高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他啦。对对是了，看到了，好的。哦，你等等啊，我看问问他为什么下来。他说下来送信，他说。下来什么？送信，阿修罗下来送信。送信。送信就是说他要回去的。他回去要回阿修罗的，哎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哦 okay, 啊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要可不可以再念小房子给他呢？哎，不要念了，不要念了，回去嘛就好了。不要念了，哦。回去嘛就好了，嗯。哦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OK， 谢谢卢台长，谢谢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再见。